是一本香港影院的，还有这个广东歌的。因为我对广东歌比较感兴趣，然后从小看香港电影，还有看 TVB 这些。这次我们给香港读者带来的这本精品图书叫《紫禁城》，完整地阐述了故宫的发展的历史。香港书展是不只是第一次来了，这次带了将近700多种的图书和文创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宣传和介绍广西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一些特色的图书，还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的图书，包括这个传统的书法、传统的绘画。所以我们也想借助这机会来讲好我们的广西的故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市民热爱阅读。我们进门之前看到已经有读者排着长龙等待入场，这样的这个像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是喜欢在书上勾勾画画，然后看见喜欢的就会勾画出来或者是抄写出来，就感觉纸质书比较有书香气一点。